琪琪姑妈呢，我们家的大女儿一直是从北京开始，一直现在是我们家的大女儿了。一个嘛是我们吉祥三宝，唱歌开始已经七岁开始变成我们家的小女儿。乌大木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家的儿子。我们呢今天的主题就是草原的四月天，所有的牧民们都在接小羊羔，这个小羊羔的季节都特别的忙，而且呢春天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我们呢把这首《春天来了》特别好听的歌送给大家。我刚才呢特别的紧张，忘了说了，前面有做的我自己的70年叫我阿俄伊奥俄乌那黑的国路德罗扎杰斯，明天我的小学的老师们今天也到了，我特别的感谢我的老师们，谢谢。还有我的海洛尔一中的所有的老师们，今天中途华裔呢也请来了我们的很多的养老院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等等，让他们，我们呢也给他们送上我们的最好的祝福和最美的声音，也祝愿他们健康长寿，谢谢。Oh,